穿裙子好看啊！你给我完成一下礼物心愿单，我立马给你换裙子，我立马给你换。想要换裙子，多么简单一件事情！你干嘛？你想让我干嘛呀？我给你把裙子换上。缺老公吗？我家里边好几个呢。刚跟我说话就我老公，谢谢点赞。那玩意儿不多得很。感觉我很卡。可以看老公吗？不可以，一分钱都不消费。你看这看那，看东西可不少。鞋穿上，我不想穿，我就想脱了。我两个都要脱了，我两个都得。先送灯牌。就喜欢不穿鞋子，知道吗？啊，我刚好不爱穿。小薇，你送错礼物了，小薇，怎么送成称心如意了？送错了，不是送飞机吗？欢迎冬天的冬天，欢迎教授哥。啥时候缺老公了？我现在就缺。你给我刷个飞机，我立马管你叫老公。多么简单的一件事情！谁叫你不信我？那你拿事实扔我脸上，事实扔我脸上不就行了？多么简单的一件事情！你可以这样反驳我，不一定非得用你的嘴。因为你用你的嘴的话，那我就更加不相信了。你懂吗？你要拿事实。谢谢送的小星星，谢谢送的啤酒，谢谢送的你最好看。热热闹闹，我都说了，你完成一下礼物心愿单，立马成为我的老公，立马成为。伸你脸上行吗？给你脸上一句。穿几天了？看我的榜一大哥让我穿几天，他让我穿几天我就穿几天。真的是难得，难得什么呀？难得我能脱鞋是吗？以前我根本看不到我脱鞋的，没办法，落魄。
咸鱼踢死我。就这还能提示？对呀、啊，我已经上线很久了，懂吗？上线很久了，但是没有人会看到我的直播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你看，亲自直接把我们所有车型的外观内饰，以及我坐进去的腿部空间，还有头部空间，我直接拍给你看，行吧？一万赞了，我去！你们一说我看我的净身高啊，你们酷酷点赞，我不说这的话，也没人给我点赞。好了，我要穿上我的鞋子了。嗯，毕竟这个地上它还是非常凉的。大家可以继续点赞啊，点到三万赞的话，还可以展示，还可以展示咱们的净身高。嗯。对，我现在卖的是这个品牌，广汽埃安车型啊。如果说大家对这个车子有意向的话，你可以把你想要了解车型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呢。你想了解什么车子，你都可以直接告诉我，我可以给你报报价格，给你具体讲解一下的。谢谢，谢谢点赞。你对我有意向的话，你可以来店里边找我，行吗？如果说你对我有意向，对车子有意向的话，我都在店里边恭候你的。你看我大早上天都不明，我都在这儿来准备接待你的。那你赶紧来店里边找我，好吗？我可以你展示我们的一对一服务。如果说大家想要来店看车的话，都是通过直播间来的客户，都是由舒淇一对一接待的，好吧？怎么通过直播间来？点击下方蓝色小雪花，点这个使用本机号码去提交，这样的话就是由我来接待，并且是有抖音客户额外的进店礼、试驾礼、专属的礼品，以及我们的更多补贴，还有我们的保险优惠啊，保险直接帮你补贴5000块钱，为你省5000块钱，但是直接进店的话是没有这些的。已经截图了被窝里，咱们是评论区啊，不是无人区。你说这种话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些，虽然说互相查不到对方的资料，但是你也不要乱发言嘛，是吧？如果说咱们来店里边看车的话，我们都是有客户餐，还有我们这个零食，还有我们的茶水都是有供应的啊。但是你在直播间里面渴的话，那都不是我的事儿了。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后面这款车吧啊，后面这一款的话是我们的 Y Plus 车型，这个车子的话它是属于一个 SUV 车型，车长可以到达一个4.5米，轴距的话它是2750的一个轴距，车宽可以到达一个1870，车高是1650的一个车高。这个车型的话它是分为三种续航的，430公里续航，以及身后这一款510公里续航，还有我们的顶配车型610公里续航。
咱们店里边都有现车的啊，像我们主打颜色就我们身后这一款的一个，这叫青春灰，青春灰的颜色，以及我们的天青色，还有极速银以及极地白。如果说大家想了解到我们全系车型的价格的话，咱们可以直接点击我们下方的蓝色小雪花，点这个获取本机号码去提交，这样的话全系价格直接发到你的手机上面，好吧？因为我们的报价单已经放在我们的蓝色小雪花当中，你可以自己去领取一下的。看着就冲动，看着就冲动的话，那你可以来找我来看看车，这样的话你一冲动，说不定你就直接照提一台了。因为我们这个车子的话，它其实性价比比较高，价格是比较优惠的，一冲动的话直接脑袋一热，说不定就直接火速提一辆。因为我们这个车子的话，它优惠力度是比较大的，像我们这个车型它现在官方指导价格是 11.98， 但是综合优惠完过后的话，差不多起步价格9万块钱啊，9万块钱就可以开走我们身后这一款 SUV 车型，并且的话你是找舒淇买车，那我们的缘分那就是更进一步了。你找其他人买是不是？你如果说你找个其他销售顾问买，你看着那个人你就感觉说，哎，这一二十万交给他，我感觉不太好，我不开心，我不想让他挣我这个提成。但是你找我买的话，你自己看了也赏心悦目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大家想了解到我们的这些车型的话，你可以直接点击我们下方的蓝色小雪花，点这个获取本机号码去提交，这样的话给大家发我们的全系底价，并且进店以后是由我来接待的。你让我介绍啥？我在卖什么车子？你不要搞错了行吗？这个是 Y Plus 车型啊，咱们直播间里面终于有人看见我身后这款车了，结果还给我说个错了。我发现这个公屏啊都没有，你一直给我打这六那六的，你才是个六吧？你是个真正老六。我们身后这款它是 Y Plus 车型，如果说你想要其他车型的话，我们有那个 V Max 车型啊，其他咱们没有。Y Plus 高低配大灯不一样吗？全系采用都是 LED 大灯，但是如果说你选择一个高配车型的话，它是可以自适应调节远近光的，好吧？它的大灯是一模一样的，但是如果说你选择一个80版本的话，它是可以自适应调节切换你的远近灯光的，所以说它是非常智能。但是像我们身后这个配置的话，它是远近灯光是需要自己去调节的。大灯的话其实都是 LED 的啊， LED 大灯，并且的话它是天使造型的，是一个天使之翼大眼睛的一个大灯，所以说它还是比较有辨识度的。所以说你想更加精致以及科技感的话，咱们可以选择我们的 Y Plus 啊，它这个大眼睛还是比较独特一点的。我们这个车子的话它没有混动的，它只有纯电版本的车子啊，纯电版本的它是上绿牌，并且车牌号是 D 开头的， D 开头，它是一个纯电动车。这个电池的话我们是有终身质保的啊，并且的话我们是可以拥有整车5年的一个质保，所以说它的售后以及我们的安全系数是非常高的，因为我们采用是弹夹电池。后面怎么没有后雨刷？后雨刷的话它是没有的，但是我感觉后雨刷其实用不带到，因为你开车时候你看的是前方呀，如果说你后方看不见的话，咱们擦一擦不就行了吗？是不是？这个车子咱们价格都这么便宜了，你像你买，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你买个那种 BBA，
人家30多万的车子，他后边都不一定给你配雨刷，真的。咱们9万块钱你就别挑了啊，别挑剔了，我真的服了。你这样是不是价格便宜的，咱们的后边一擦就行了。实在不行你加点呗，加个几千块钱给他加一个后雨刷。但是我感觉那个东西用到的地方不多，用处不太大的。嗯，这个理由很牵强，难道不是吗？你买那些 BBA， 那你30-40万的 SUV， 它都不一定给你配上一个后雨刷的。哎呀，9万块钱，你还挑什么呀？别挑了，省钱就完了。嗯。后雨刷很重要，那你可以去加装一个啊，加装一个后雨刷。如果说大家觉得很重要的话，咱们店里边也可以直接原厂去加装一个，好吧？我们不用担心换电池，因为我们这个电池的话它是有终身质保的，不像其他品牌，其他品牌好些那种好多那种国产新势力啊，是不是？嗯。就是其他品牌我就不说那个名字了啊，然后它就是属于8年15万公里吧，但是我们这个车子的话它是终身质保，你不管开多少年它都是，如果说电池有亏损啊，或者说一块电池几块电池不行了，那你是可以直接来店里面免费帮你去更换的，这个问题你是不用担心的。有条件吧，有条件的话是每年你行驶公里数不能超过3万公里，并且的话是非营运车主、首任车主啊，基本上都能达到。你像你电动车这些家用的话，一年最多也就跑个2万公里，跑3万公里基本上不存在啊，不超过3万公里，并且的话是首任车主，并且是非营运车主，这三个条件咱们只要满足，基本上都能满足，咱们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终身质保。咱们是都是有终身质保的，我们这个电池。所以说你后期的话你这些问题其实都不用担忧的啊，因为好多那种电动车的品牌其实它都做不到终身质保的，给你整个8年15万公里已经是极限。但是我们的广汽埃安车型全系它都是有电池的终身质保，并且的话它是有弹夹电池的，所以说更加安全。我们是埃安车型的电池，它是上市以来无一例自燃的一个电池，就没有一例的发生过自燃这些新闻的，所以说你后期使用的话你更加放心，更加安心一些，好吧？续航600，实际续航多少？实际续航的话，具体你就如果说咱们地区不一样，还有季节不一样，还有你的整个油门电门，然后踩的深浅不一样，开车习惯、驾驶体验不一样的话，其实它都会影响到它的实际续航，好吧？实际续航的话，其实电动车它都是有这些的，就可能是吧，跟实际续航不一样，但是这种是很正常现象，尤其是到冬天，那一般电池一受冻，都是有点不太精准的，但是这个完全可以放心，它很扎实啊，这个电池你跑个500多公里没有问题，冬天。23000了，你们不要欺骗我，我一看20000，左上角1.2万赞，你搁这忽悠我呢？我不是瞎子呀，我长有眼啊。人家没有换标，我卖的不是那个品牌啊，我卖的是广汽埃安车型。你可以实际去测一下，好吧？这个的话我也没办法给你保证，因为你可能是吧，你现在你比如说你在东北，或者说你在广东，或者说你在河南，它实际上跑的公里数是不一样的。你要是把这个车子开到东北，那肯定没有河南这边跑那么多，河南这边的话那你肯定没有广东现在跑那么多，因为它受季节以及温度的变化
根据每个人的驾驶习惯不一样，电门踩的深浅不一样，它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续航的，好吧？但是我跟你说，电动车它都会存在这些问题啊，这个，反正。反正这个可以接受的，拿张纸擦一擦。我想擦我都擦不出来，因为我感觉我的鼻子都不通气儿了。电池自燃，我们这个它是没有一粒自燃的，我们的 Y Plus 车型，我们是。上市没有一粒自燃的车型，好吧，比较安全，并且我们电池模组的话，它是整个有模组包裹的，并且我们是经过实测的，它是采用了8毫米的钢钉给你直接穿透这个电池，它是不会出现自燃爆炸以及起火的，所以说这个它是有实验报告来测试的。如果说你怕自燃的话，那你就选择我们的IM 品牌。说点人能听懂的，我一给你讲车你又说听不懂，是不是？我真服了，你不要老是我，你再这样说的话，我要穿上我的外套了，我感觉有点冷，不行了，被你们一说，暖和多了，瞬间感觉到了温暖，大家。如果说大家想要听我们的身后这款车的价格的话，咱们可以把 Y 打在我们的公屏上，这样的话给大家报一下我们全系车型价格。求你了，别说了，我讲个车而已，你还求我？别求我了，我求你了。咱们如果不看车的人，咱们就尽量少说话，行吗？Y Plus 不错，这位老板是有眼光的啊。如果说大家想要找我买这款车的话，你可以直接到店的，或者说我们想要去在线上对比一下价格，因为我们叫做也不只是我们一家卖 IM 品牌的，你可以两家对比一下，看看哪家价格比较便宜，你再去哪家 4S 店看车。如果说我们想足不出户，直接在线上把价格对比明白，看哪家便宜再去哪家的话，可以直接在线上获取底价，直接点击我们下方的蓝色小雪花，点这个使用本机号码去提交，这样的话全系价格直接发到你的手机上面，好吧？各位问价格老板，广汽值得信赖。对，如果说大家喜欢这款车的话，咱们都可以直接到店啊。这个时间去 4S 店看你直播是不是挺尴尬？你可以过来呀。这样的话，咱们店里边就我们两个人啊。因为现在的话，店里边就我自己。如果说你来的话，那我们就是两个人，不是挺好吗？正好满足你的要求吗？嗯。
我在焦作可以去找你吗？可以的，我们的位置在焦作宏达名车城门口哪个门来着？焦作宏达名车城北门入口处啊，北门入口处，我们是焦作宏达 AN 体验中心。焦作宏达名车城北门入口处，如果说大家想要进店找我看车的，来之前我们直接点击我们下方蓝色小雪花，点这个获取本机号码去提交，这样的话今天试驾就是由我来接待啊，并且的话我会给你去拿到一个更低的价格，以及送给你我们额外的进店礼和试驾礼的。点到两万赞，对，点到两万赞的话可以给大家去展示净身高，咱们可以一起点点赞。嘴别瓢了，你们别给我打那两个字我就不会瓢了啊，你要是给我打的话，唉，有时候就容易肌肉记忆。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后面这款车吧啊，后面这款车的话是我们热销的一款车型，销量很高的这个车型，每一年不是每个月，每个月都能卖个两三万台，所以说它是一个新能源的头部品牌。这个车型的话，像我们它是分为三种续航的，电动车你知道续航它是比较重要的，如果说你掏个九万块钱，你是在同级别当中买不到这么大空间以及这么高的一个续航，它的入门级别续航就可以到达一个430公里续航。像我们身后这一款的话，它是属于中配，510公里续航。如果说选择顶配车型的话，它是可以到达一个610公里续航，并且我们这个车子的话，空间是非常大的啊！你可能掏个9万多块钱，你买到只是一个，那种小型的 SUV 只能坐个4-5个人，你说的坐5个人，但是你后排实际空间的话，你坐2个人你都感觉很拥挤啊，只能坐4个人。你坐男士的话坐4个人，如果说坐那种比较娇小一点小孩的话，那估计能坐个5个。但是我们身后这款车的话，不管你是1米8呀还是200斤，坐上去都是没有问题的啊，坐3个人完全合适。因为我们的车长和轴距的话它是比较大的，像我们身后这款车的话，车长是4米5，轴距的话是2米7，车高可以到达一个1米65，车宽1760，所以说整个空间是非常舒适，头部空间还有腿部空间都是比较充裕一些的。430公里的续航的话，你不管跑哪儿都行啊，你跑哪儿都行，你不一定非要跑到那儿呀，你想跑到那儿的话，那你可以走路去，那也可以啊，你想去的地方你不管怎么样你都可以去到的。如果说大家想要咨询哪个续航的价格的话，你可以把你430续航，或者说510公里续航和610公里续航打在我们的公屏上，这样的话给大家去报一下我们全系的价格。到店有雨伞和水杯吗？到店的话咱们是有水杯和我们的蓝牙耳机的，水杯蓝牙耳机。如果说大家想要领到这些礼品的话，来之前就是现在啊，现在直接点击我们下方蓝色小雪花，点这个获取本机号码去提交，这样的话给大家送我们的这些礼品，好吧。但是直接进电话是没有这些，所以说来之前我们记得留言一下。可以排队来领吗？不需要排队啊，咱们只要是通过我们的直播间里边点击下方小风车里边约到店，都是可以拿到这些礼品的。
年少不知电车香，错把油车当梦想。那你如果说香不香的话，性价比比较高的，那肯定是我们这个电动车啊。电动车的话，每公里只需要5分钱，并且的话，现在也是免费给大家上门安装充电桩。充电桩的话，之前是不送的，现在我们有活动啊，有补贴，所以说这个充电桩是免费上门直接给你安装充电桩，所以说整个使用成本它是非常低的。想要一款这种性价比比较高的车子，以及你后期使用起来不想要加油的，那你就可以选择我们的广汽埃安的车型。我们是卖车的啊，卖车的，可以看一下我们身后这款车型，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标志，看到我们的左上角没？这个标志，不要搞错了啊。这个是我们的 Y Plus 车型，它不是油车，它是我们的新能源的纯电动车。好吗？我过去提车能和我合个影吗？你不需要提车，你找我看车，我就可以给你合影啊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是啥那啥呀，你那么想跟我合影干嘛？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广汽埃安的 Y Plus 车型啊，它是一个 SUV 车型，它不是 MPV， 也不是 GL 吧，也不是 M8， 你们说的是那个 M8 吗？是吧？它是一个 Y Plus 啊 ，Y Plus 它是一个紧凑型的 SUV， 它不是 MPV 啊。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这款车子的价格的话，可以直接去拿一份我们的报价单，因为我们这个车子的话，它是有额外的优惠的。点击我们下方的蓝色小雪花，然后点这个获取本机号码去提交，这样的话全系的价格发到你的手机上面。各位问价格老板。在焦作哪儿？我们在焦作宏达名车城北门入口处，我们是焦作宏达 AN 体验中心，好吧？如果说想要找到我们的话，可以直接点头像进入到后台，后台是有具体位置的。20000赞到了，20000赞到了，可以吧？啊，行。你们是真关注这些。国产哪不好的？国产人家是不是？现在国家都支持国产了，不要停留在好几十年前。现在人家都是，是不是配置又齐全，并且价格又优惠，并且我们整车的一个质感还有外观都是非常年轻化的，整个是比较精致的一个感觉。我想买个大七座，大七座的话我们这边是没有的，我们这边没有大七座，我们只有我们的五门五座的 SUV 车型以及五门五座的轿车，其他没有啊。大七座的话可能你需要去隔壁的直播间里边看。谢谢啊，谢谢送的墨镜儿。坐车里看看内饰吧。然后我明天一定要把这个车门给打开，我不能在这儿站着了，我需要把车里的空调打开，这样的话我还能温暖一点。
不然等会儿明天见不到我了，不然我要病倒了。大家有什么想要咨询的车型，你都可以直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的啊。AN 的话，其实我跟你说，这个 4S 店里边开不开空调都差不多的，因为像这个展厅里边，其实它的比较大一点，你就算开空调的话，它聚不住暖，其实，所以说那这都是很正常的，不管在哪儿，它都是很冷。钱都准备好了，结果你走了，那你也可以去买呀，是不是？人家又不是不卖。我们如果说对我们这个车型感兴趣的话，你可以直接来店里边找到我啊。我们现在的话，它是有额外的优惠的，像我们全系车型的话，它都是可以综合补贴到2到3个 W 啊，2到3个 W。所以说它整个落地下来的话，它是可以再把保险也给你补贴到位。好吧，但是是通过我们抖音来的客户，如果说大家想要领到我们的综合优惠2到3个 W 以及我们的保险补贴的话，可以直接点击我们下方蓝色小雪花，点这个获取本机号码啊去提交，这样的话我们的全系优惠以及保险补贴都可以享受到。买了提成就不是你的，多心疼。那我卖的时候你也不买呀，关键是你只是说说而已，你就算我在那儿你也不买，你只是想气我一下子是吧？啊你问我 BBA 跟这个哪个好是吧？不是 BBA 买不起，是我们的 IN 更具有性价比啊。哎呀，这个车子是不是？这个车子主打就是后期使用成本会更低一些。像我们这个充电桩是不是？现在给你免费上门给你安装，并且我们保险的话也是有额外补贴。像我们现在综合优惠，裸车优惠完过后，价格差不多能走到一个9万块钱。所以说，你想想，并且的话，它每公里只需要几分钱。哎呀，想要省钱的话，咱们肯定是选择这个，是不是？他家太冷了，别干了。没事，我明天穿上我的棉袄来直播，看大家看不看我就完了。这个车的话，它不烧油，它不烧你的95油，也不烧你的92油啊。它烧的是，它是充电的，它是充电的啊，它也不是混动车，它不是上蓝牌，也不是车牌号 F 开头的，它是车牌号 D 开头的，它是一个纯电动车啊，纯电动车。咱们的电动车它是支持快充与慢充，你可以自己去选择，并且快充和慢充的充电口它是在一个位置的，所以说它会更加方便一些。中午还播吗？我们一天的话会播两场的，一天我们是早上和中午都播，中午的话差不多11点多播。不是，我感觉我是对这个冷空气过敏，你知道吗？只要一呼吸这个冷空气，我的鼻炎就会犯，所以说这个好像没什么办法吧。嗯，电池的话，它采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啊，磷酸铁锂的电池。像我们身后这款车的话，它是有 Younger 车型，以及我们身后这一款的70版本的。70版本它采用的是磷酸铁锂。如果说你选择80版本的车的话，它是拥有了3元锂的电池，电池型号它是不太一样的。
不呼吸就好很多。你是会想办法的啊。我们家的话它是没有 A 的，没有 A 系列的啊，它只有 S 系列和 V 系列，不 V 系列，还有我们的那个 Y 系列和 V 系列。 S 系列那个是不是 S 系列的话一般是不在直播间里面讲解的，因为那个是属于网约车，网约车卖比较多，所以说一般在直播间里面讲解的话就是我们的Y 系列和我们的 V 系列车型啊，其他 A 系列的没有的。到底是比亚迪还是传祺？不是你认不清这个标，还是你看不清我们的这四个字呀？我在这儿给你讲解半天，你以为我在卖比亚迪？你咋不以为我卖是小鹏啊？你把它认成广汽传祺也就行了嘛，你把它认成比亚迪，我真的服了。咱卖的是我们的广汽埃安啊，广汽埃安车型。没听过，咱们这个是新能源的头部品牌啊。像我们这个车子的话，如果说单销量的话，其实每个月的销量能到达一个新能源车型单销量 number one 的销量啊。因为一个月的话，咱们这个 Y Plus 车型能卖个两三万台，所以说大家追求这个安全系数啊，以及性价比更高呀，销量更高啊，更多人去选择的话，咱们可以选择我们的身后这款 Y Plus 车型。跑滴滴专用车，那这个车子跑滴滴专用车的话，那人家肯定是不是后期使用成本更低。如果说你跑滴滴的话，你再开个油车，开个非常费油的车子，是不是那你指定划不来，所以说证明这个车子更加节约一些，更加节省，后期使用成本更低，每公里只需要几分钱，好吧，证明它更加耐跑，知道吗？并且它这个车的话又安全又耐跑，性价比又比较高，并且的话乘坐起来空间是非常大的，因为你不能坐两个人吧，你起码后排的坐个三个人比较标准。这车子是不是老头乐？老头乐的话那是没有牌照的，我们这个是有牌照的啊，我们是有牌照车的，这不叫老头乐，这就是一个纯电动的一个带有号的车。人家老头乐后边是不是什么888一排888的车子，这个的话它是属于一个有驾照并且要上牌照的车子。有报价吗？我们的报价的话，如果说想要领到我们的报价单，就在这儿，就放在我们的蓝色小雪花当中啊，直接点获取本机号码去提交全系车型所有的价格，发到你的手机上面。我们的报价单已经放在我们的小雪花当中，你自己去领取一下就好了，各位问价格老板。我没有给你推荐过啊，我没有给你推荐过，谁找你推荐呢？你去找谁买，我都没有给你推荐过。哀安的话不是唉声叹气的唉，不是唉声叹气的唉，我们是埃及的埃，行吗？哀安，埃及的哀，安全的安。
不是唉声叹气的唉，不要搞错了。我们这个车子的话，如果说你自己你那个啥的话，你可以给你的老婆买，行吧？给你的老婆买一台。人家小姐姐，我感觉还是比较喜欢我们这些车子。如果说你自己开一个你觉得你非常喜欢车子的话，你可以给你的老婆，或者说你刚毕业的孩子，你买一个我们的这款车子，好吧？这个车子的话，你像我们的小姐姐市区代步上下班通勤，它都是非常适合的，因为我们这个颜色够好看呀，外观的话也是比较漂亮的，整个采用是天使造型的一个设计理念，并且我们的大灯是采用天使之翼的一个大眼睛，所以说更加的漂亮，更加精致，我们小姐姐去开的话也是比较适合的啊。我们这个车型的话也是有非常多种颜色的，像我们身后这款的话，它是属于一个青春灰的颜色，以及我们的天青色，还有极素银以及极地白，这四款都是我们热卖的颜色。我女朋友也焦作，那你可以给她安排一台啊，安排一台我们的这个车子，冻得别管了，你们觉得暖和就行了。还有很多老板等着我来买车呢，怎么可能不干呀？你们能不能刷到我的直播？是不是不可以啊？现在我都这么惨了，都不给我推荐，真的很生气。不卖车了吗？卖，但是要卖其他品牌的，但是要卖其他品牌，卖一个，你们猜一下是什么品牌？谢谢送的灯牌，谢谢分享直播，谢谢面对疾风吧，你真是一个好人，你竟然真的去分享直播，我们可以把直播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，发到你的家庭群里面，发到你们的业主群里面，发到你们的工地群里面，这样的话会有更多人看到我的直播，行吗？大家算我求你们了。话里边有话什么意思？本来就卖车呀，本来就卖车，只不过卖换了一个地方工作罢了。想知道我在哪儿工作吗？你应该不想，但我没说。欢迎女生节快乐，欢迎天大地大。太无聊了，有没有人跟我聊聊天？等会儿走光了。
怎么加我？